比赛继续开始，我们有请第十支参赛队伍——雪州嘉音一华龙狮团，一华 Dragon Lantern Association Kaya， 采听主题《灵牙救佣》，请进场。Thank you.
一分，成绩报告，雪州嘉颖逆华龙狮团，最后十二分，9:02分。马去三甲有分了，师傅。